呜、哦，太可怕了！今天台湾规模七点二的大地震啊，对，相当于三十二颗原子弹啊，台股是不是也要被震出去了？怎么可能？有台积电有什么好怕的？哎、欸，要不然台那个网红为什么要蹭台积电？哎、欸啊，没错，蹭什么流量啊？可是问题是台积电在那，台积电已经涨多了，还有什么族群可以投呢？当然有，就是特化跟 IC 设计。哇，那如果台积电可以带领特化跟 IC 设计？ 有什么股票值得投资？今天明哲老师带来的这份资料，记得加纳来索取哦。台股怪谈节目有趣有料有看头，和全台最强的分析组成的台股特工队，要帮大家精准掌握趋势，快速累积财富。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每天都要准时收看哦。 股票市场千奇百怪，见怪不怪。大家好，我是古怪教授谢承彦，邀请大家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三点准时锁定我们台股怪谈的节目。当然，节目一开始邀请大家加我的 line 哦，小老鼠 gp 五二零。对我们节目当中所分享的任何的话题有疑问，都可以私讯再 line 问我小老鼠 gp 五二零。我每天早上也会整理。 台股盘前重要的国际事件的一个观察，帮助大家在开盘的时候掌握国际金融市场的脉动。节、嗯嗯、目一开始，我们要邀请到这个在金融界非常有名的泽泽，哎、欸，来到我们的现场，谢明泽分析师、哎哎，教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哎、是泽泽，对，是这个泽泽，是这个泽泽，不是那个泽泽。当然一，一节目一开始，有大家都很关心今天的一个地震了、哦。對對對我自己今天早上坦白讲，我真的吓一跳哦，真的，哇，因为我。 为什么？因为我一楼，我我在呃一大早我，我我刚好跟一个学长哦，<是>我交大的学长约七点在星巴克，啊、我们在谈事情，然后到八点，<對>因为我们坐在户外，然后旁边刚好一台汽车停下来，然后我那个学长就说：“哎、欸，他这台车威力这么大，怎么他停下来，我們这么晃，對對對这么晃。”我那时候第一想法也是这样，后来发现不对，因为那个在一楼，我在强调我在一楼户外哦、喔，<對>那个晃到我都吓一跳、喔，第一。 因为其实这这几年地震发生很多，我们都有受到很多的教育<對>啊。没错，一定要往空旷的地方走我本来还想要躲到那个墙角，后发现不对哦、喔，这是错误的，对不对？对，要往空旷。空 <曠 S 1> 然后刚好就在我们这个公司楼下一楼有个公园，新生站出来一个公园，啊、我就赶快冲到公园去，<laughs> 一堆人啊。 啊、早上那个时间你在哪里？哦，那个时候我还在家里。哦，还好，住十二楼，那个震荡幅度非常大。十二楼，对啊，天哪！那你有没有想说你，你<就>你自己怎么会把床摇的这么大力？也没有这么瘦小，其实对于那个床，其实不太会晃。威力啊，对，所以、啊、我才第一时间我就知道是地震了。對對對其实那我出来的时候在，在因为我刚好住在那个机场线附近嘛。 我想说，为什么路边那么多人在叫计程车？因为那个机场线是高架的，所以应该都停驶。那机场线停驶的，对啊，因为因为我那个时间，很多朋友有发讯息说，捷运当那个情况停驶，停驶。当然，呃，是整个呃发生下，我们当然也希望大家平安，平安啦，当然希望更重要。哦，那当然，我们还是先回回到我们这个股市的一个呃内容来跟大家讨论哦，因为。 昨天美股出现一个修正，其实也没有很大的修正了、啊。说实在的，但是因为四大指数都跌，都跌哦。那费半跌幅也超过百分之一，确实让大家呃稍微有一些害怕。那主要我、呃、我觉得，因为这个呃这个这工作职缺的数字公布哦，空缺还是很高，欸、代表经济的强劲。欸、然后联总会也有官员出来讲话说，五月基本上不会降息。<對>可是我觉得。 这个也没什么，我们之前，對啊，我跟明哲<來>我们在聊天，候都知道了、啊，五、啊、月就不会降啊，五月就不降啊，没错，对不对？<錯>我们预测最快也是六月，甚至七九月，所以我，我我觉得这个部分倒没有什么太令人意外的部分，没错<錯>。但是我觉得从倒是十年期公债利率好像下到了，对，就又喷出了，那这个部分。 都真的会有影响吗？因为事实上，如果说以这个啊、呃、十年期的这个公债值率来看的话，其实最近期它其实已经都有先往上垫高的那种感觉、喔。对，大家可以发现就是说，诶、欸、现在的那个位置是来到大概四点三五左右。四点三五，对，它其实是创下过去大概一个月呃这个一个季度以来的新高了、喔。一个季度的新高，當然的确，这个殖利率往上冲高，大家对于那个降息的预期可能就会稍微比较降低一点。对，哦、呃，这个对于市场来讲会呃就反映在股市当中就比较容易下跌啦。 那我是觉得说，当然，呃，在接下来的年假期间，可能比较重要的要看的是礼拜五的非农就业数据。非农数据，对，因为是目前预估值是这个二十点五万人，然后，但是大家其实如果说从过去这个这几个月经验来看的话，呃，最后公布出来数字好像都比市场预期来稍微大一点。哦，当然，如果我的非农就业数据表现很好，那大家会觉得说，哎、欸，这个经济状况是不错的。对、哦，那当然就好像对于降息的预期又开始出现降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当然。 呃，接下来的这个四天的一个连假，其实美国股市其实最重要的表现，我们觉得，我想我们就是要紧盯啊、呃，包括了美债殖利率是不是持续创新高，那以及礼拜五的非农数据开出来之后，市场怎么做表态？但如果说没有太呃突出的数据的话，其实我倒是觉得说，美股因为最近其实已经先反映了了哈，<對>说要在大跌，我觉得可能空间上面也不会太大。好，那当然因为呼应台股来看，大家现在也担心说两万以上的台股会不会啊、呃、有泡沫化的疑虑 不过我觉得有没有泡沫还是看基本面啊。没错，说如果企业的获利持续的增长，因为我最近在呃分析这个数据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台湾的这些呃上市柜的企业其实开始进入补库存的阶段。所以到底台股现在有没有可能涨多压回，然后有泡沫的余虑因为毕竟今天我觉得受到地震的影响，早上好像很多人没有办法进到公司。啊，对，哦、啊，那甚至不敢坐电梯。没错 <錯 S>，像我们这个大楼管理员还把大家赶到外面去。 哦，然后呃，在刚好都在开盘那一段时间，所以好像有一点点影响。但就整体来讲，哦，撇除这个因素的话，那就这个呃，因为今天是呃最后一个交易日<对>哦。当然接下来我们就<錯>就坦白讲，长假回来，那回来以后你怎么看呢？<对>因为我觉得是不是就能够恢复到比较正常的？ 一个交易的一个状况，呃，其实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啦，因为大家会觉得说来到两万点或有泡沫化的疑虑，其实某种程度上面是因为那个指数表现太强势嘛。哈、嗯，但是呃，这个指数的强势，当然一方面概有一半以上都是台积电来做贡献。对，那你说呃，就像教授刚刚所谈到的，其实你还是要回归到基本面的表现了。基本面对，所以你说台积电今年的成长力到任何问题吗？哇，你讲台积电、啊、我就生气了啊！为什么这么生气？对不对？既然有财经网红，对，哎、欸，他这个。 说引用彭博的报道哦、嗯，说什么呃，巴菲特要买台积电，啊、结果子虚乌有，对不对？啊、不过尽管会有讲哦，这个可能要罚钱哦，哦，而且可能最重还有可能有刑责的问题，<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分析师啊，<对>你不要觉得说你自己人气很旺哦，然后就在。 这个网络上乱散布讯息，没有啦，就是有的玩笑可以开，有的玩笑不能够开。真的，真的，啊、真的就是这个会影响到市场。说真的，你看那个，呃，那个那一天晚上，我记得台电 ADR 涨四发我说哇，真的有那么神奇？哇，对，然后隔天出来，哎，就发现说、呃，原来这个是一个假消息。但是，但,但是我想问明哲老师说，<对>虽然是假消息，可是。 会影响我们对台积电未来的看法或布局吗？我觉得不会、欸，因为事实上你看，教授，你每天也看美国股市的表现嘛？对，你看哦，哦、呃，前一天涨四趴，那曾经是假消息之后，昨天台积电一定有大跌吗？没有，好像好跌不到一趴，跌不到一小跌了。跌对，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当然有一点哦、呃，大家趁着这个消息然后往上垫高的那个感觉哈，但是。 呃，你看消息离清之后，它也没有出现一个大幅度的回档。我觉得这个反映呢，就是台积电其实在今年以及接下来的成长力道是非常强劲的。事实上，哦，如果说我们以这个，呃最近期台积电的那个新厂的规规划来其实、哦、简单来说就是。 呃，我就是要有订单，我才会去盖新的厂区嘛，要不然我盖一个厂，盖、啊、一个厂房没有订单，我要提折旧，对。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当然大家比较关注的重点可能是在海外的了哈，包括美国，包括了熊本，包括了德国的厂区，哦。但是事实上，在台湾也有非常多的那个厂区要做扩扩建哦，包括了像是南科有两座厂哦，那宝山。 哦，在二零二五年有一个呃两纳米制程的厂区要去做量产，那包括了中科哦，它是要延续宝山的规划，那以及高雄的厂区哦，也是在二零二五年的时候两纳米要做量产。那最近其实我们也听到就是呃这个台积电好、哦、要在嘉义要去扩这个所谓 CoWAS 的一个厂区，<Okay. S 1>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某种程度上面反映的都是我台积电的订单其实非常的强势，因为过去这几年大家一直在谈说啊三星会不会对台电造成竞争，然后 Intel 会不会对台电造成竞争，在讨论这件事、啊，对啊。 啊，问题是对啊，你说你说那个那时候 Intel 说要弯道超车啊，就你先结果他弯对弯道一过，弯道就就下去了，对啊，就是你懂是东西，你要做出来过得去叫什么？过得去叫做拓海，过不去叫填海，就掉下去了，对啊，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 呃，未来这几年，其实台积电的应该这样讲了哈，既然讲到拓海，就是竞争对手都看不到的车车尾。我怕我们听众很多人不知道拓海是什么。拓海是，就是那个一个赛车的赛车的漫画了，对，叫什么？那个漫画叫什么？叫做头文字 D，头文字 D 哦。然后周杰伦有把它翻拍成电影，哦，这样大家就稍微知道一点，对不对？ 藤原拓海，藤原拓海哦，A 1八六那台车了，就是要那个旁边要贴什么豆腐店的那个，对对对对对。好，那当然从这个台积电要设厂等等的方向趋势来看，因为身为唯一受邀到台积电演讲的财经大师是我啦。啊，对，我知道是你，是你是你是你，不是我，对对对对。那我们从最近相关的概念股来看，是不是真的已经？ 这个强势的态势有拉出来，呃，的确哦，因为事实上大家如果说我们刚刚谈那么多那个盖厂区的嘛，哈，所以当然第一个盖厂房的感觉，股价表现就不错。你看哦，像是六一三九的一个亚箱，呃，它在三月中旬的时候，它股价其实才在一百六十块钱，然后到了今天这个盘中高点的时候，它已经来到两百九十块钱了。就过去这呃半个最半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面它漲，它涨了百分之八十。好，所以你说盖厂房的在这个时候股价强势去做表态。 那另外，呃，如果说以这个所谓抠袜 s 的一个题材，今天大家可能看到，呃，二四八六的一拳啊、呃，它有这个所谓抠袜 s 的均热片。你看过去这半个月的时间，它也从四呃五十四块钱左右，一路涨到今天盘中最高点是来到七十七块八。呃，过去这半个月，嗯、它其实也涨了百分之四十一。嗯、所以你从这角度来看，你就會知道说，诶、欸、其实台积电的相关供应链，我觉得表现是可以去做期待的。好，那当然，因为呃每次这个我们的来宾来，我都要求他们整理非常完整的一个资料。 所以除了台积电带动的相关概念股之外，哈，已经涨了亚强遗全。对，那后续还有没有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重点股？我们等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 好，我是古怪教授谢承彦，欢迎大家回到台股怪谈节目现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谢明哲分析师。那因为呢，每次来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我都会很严格的要求，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很重品质啊，不管是来宾的素质，我们我们是没有要求颜值，但是专业程度，颜、嗯、值是高的吧？呃。 颜值我们不讨论，<laughs> 不讨论<論>，哦、對,对对，反正也听众朋友看不到嘛。对，對對對说实话会伤人，会人。所以我们對對對但是专业度绝对没有问题。可以，可以，专业度绝对没有问题。然后呢，再来就是说资料的部分的呈现一定要跟其他节目不一样。当然、哎，这个是我非常严格的要求。所以今天我们的谢明哲分析师呢，也准备了台积电所带动的特用化学。当然一开始他有讲亚翔啊、一拳，大家也知道长多了。对，没错。但是从这个方向。 会不会还是我们讲四月的领头羊？领头羊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领先投资，然后它也会带动后续整个族群的一个发展。 呃，没错，因为事实上我们刚刚谈到的，当然一拳啊、呃，或者是亚翔，就如同刚刚教授谈到的，股价其实已经先涨了，然后，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做切入，就是说在半导体的一个制程当中，除了呃盖厂房之外，除了这个所谓均热片之外，<對>到底哪一些的零组件它占成本的比重是重的？好，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哈，<好>就是基本上如果说以这个半导体制程的成本来看的话，当然占最重的是细晶圆啊，百分之三十七，那。 啊，细菌、呃、大家也都知道嘛，就环球金，好，有点高处不胜寒的一个感觉。对。对但除了这个环球金之外，其实我相信这个大家应该比较少留意到的，应该是在气体的部分。<体><对>哦。对、okay，事实上气体也占了百分之十三，光照也占百分之十三，光主义其实也占了百分之十二。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说，其实如果说是国内相关的一些个股哦，它的股价其实表现上面，我觉得后续就可以去做期待。 好，那呃，讲到这个部分，我现在谈一下，因为最近其实，如果说以这个新贵的两大龙头，哦，当然我们讲到新贵还是要呃风险预告一下啦。哦、<對>这个可能不是因为毕竟它的流动性，对，流动性跟这个没有涨跌幅对没有涨跌幅限制，哦、可能不是适合所有的投资朋友。<對>但是其实你看哦，现在新贵的两大哦，就是股王跟股后，硬能跟新硬材哦，这两家分别代表代表是什么？一个是封测的材料，哦，就是我们刚刚所谈到的扣、oh、硬能，对硬能的部分，哦，嗯、你看。 它从挂牌的五百八十六块涨到今天已经来到一千七百五十块，花多久的时间？花两个礼拜。能不能硬<對>硬能，硬能对。然后另外新印材这个是之前新贵更厉害的，<對>这个完全是搭美国印材的名。啊，没有错，对。新印材它做的是什么？它做的是光阻剂，它做的是特用化学。<對>所以我刚为什么会特别跟大家谈到特用化学这一块？其实就是包括我们刚刚所谈到的成本也好，或者说是这个。 呃，这个所谓的相关的一个应用也好，我觉得是可以去做期待的。是，所以今天我们帮大家所挑选的个股哈，事实际上我选了哦，我应该应该这样讲，就是我们找了三档特特用化学有关的股票。特用化学那它有光阻剂，它有气体。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是我觉得接下来大家可以留意的。好，那因为呃，像印能啊、新益材、就是，这是比如说亚翔跟益权举例让大家知道这个趋势，<对>也确实包括连新贵、印能、新益材都上来哦。但是等一下我们在。 请教这个明哲老师，就是说，那其他他觉得看好可以追踪的这个特用化学的一个概念股，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先另外一个，因为一呃，明哲老师也有讲到四月份其实还有还有这个 IC 设计的趋势，其实也上来了，没错，IC 设计的趋势也上来。那这个部分我们要怎么去看呢？对，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因为之前在那个三月份大家都在封那个高股息的成分股嘛，哦，那你说谁是最大的受害者？ 其实我觉得，如果就盘面来讲，它是 IC 设计，<是>为什么？因为我资金都被吸走啦、啊。所以你看那个时候，这个股王三六六一的市情呢、啊，它股价从四千五百块跌到三千五百块，就是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好，但是你说这一波的这个高股息的浪潮过去之后，我觉得大家可以思考就是说，那资金有没有机会回流到所谓的 IC 设计类股上面？<對>尤其是哦，现阶段其实如果说以国际的趋势来看的话。 哦、呃，之前大家都习惯你电脑里面就是不是 Intel 就是 AMD 的晶片嘛，哈，但后来苹果自己开创了自己的一条道路，就是我自己研发我自己的晶片。好，那苹果当然现在做的很好，大家也都知道。所以现在其实国际的趋势就是我要自己研发我的晶片。好，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现阶段哈，其实国内有一些哦、呃，这个 ASIC 就是特殊机体应用电路的厂商哦，简单讲是 IP 啦。 哦，它是提供给这些大厂哦，那所以其实你看，像 Intel，其实它是<對>也是找我们代厂来對。你看 Intel，它有那个 g a l t i u m g a l t i Two 跟 g a l t i THREE，它这个是那个 AI 的晶片啊、哦、，AI 的晶片它的 ASIC 的供货商其实就有四星，好、哦、那。 呃这个微软它的 AI 的晶片，它就有世呃就有创意。<哇>然后亚马逊的 t r a i n i n g 它就一样是世芯，哦、四星然后 Google 的 TPU 它有世芯跟联发科，发科那特斯拉的 Dojo 则是有用到世芯的这样子的一个 IP 的技术。<是>所以我要讲的一个重点是说，呃当然哈，过去这段时间当中，感觉 IC 设计表现。 呃，比较弱势一点，但是我觉得进入到三月的三月底之后，其实你会发现好像那個股价走是有点不一样的哦，有点止跌<那>开始回升。对，我们如果说来看三六六一的市情的话，我们刚刚谈到嘛，好，它从四千五百六十五块跌到三千零四十块，它连它就是在这个过去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好、呃，但是从三月底之后，其实你会发现就是说它的股价开始有出现那种下影线的一个味道，因为。 过去从四五六五一路跌下来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它其实都没有很明显的下影线的长度哦。<對>简单讲，对，如果去看线图，它其实连续黑 K 是一路跌，然后 1, 1> 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根黑 K，对，然后破这个季线，没错<錯>，才稍微有一个反弹这样。对，然后反弹之后又又稍微继续继续往下，後,后面哇那个又跌了。 好很多个交易日，而且量都还有出来啊。对，所以后来它跌到三千零四十块钱的低点之后，其实我们就可以发现说，哎，股价开始有一点稍稍止跌回稳这样的一个现象。那这就是我们刚刚我们刚刚跟大家所谈到，就是说资金开始有回笼到 IC 设计这样的一个味道。对，那另外包括问说四星什么时候止跌？对，一点半啊，一点半嘛，就是跌到一点半嘛。对对对，一定止跌。接下来要怎么走？往右边走黑线图就是这样子嘛。 对，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你就会发现说，诶股价开始出现止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哦。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说，哇，那个世星的股价有点高不可攀，对，大概三千三、三千四，虽然可以买零股，<对>可是普<对>很多人都跟我说买零股不痛快，对啊，哦，对，这个意义不大，你买一张，他从他就算从三千四涨啊，买一股啦。 他如果从三千四涨回四千五，那也不就赚一千一百块而已。哎，你哎，这个还是蛮爽的啊！对对，一千一百块当然可以。但是我跟大家讲，哎，你不要小看这个，哎，散户买零股啊，零股击杀成塔，也可以买到零股塔。哎，没错对对对对对。清明节讲这个刚好应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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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所以你从这角度来看，当然，我觉得它的重要性是来自于说，它的股价如果能够止跌回稳的话。 其实对于整体的 IC 设计类股来讲，我觉得都会是一些加分。是，那当然 IC 设计类股这么多，我觉得要怎么样去做挑选？欸、这个就变很重要，这个就变得很重要。那因为那<是>因为呃，<對>明哲老师来，其实我觉得他这一次也是重责大任了、啊啊。对，哦、呃，因为他我请他整理、特化跟 IC 设计的股票，但是我我们整体来讲，因为这个资料非常的完整，<錯>是。 有有可以跟我们呃有机会让我们的粉丝拿到这个资料，可以跟他们分享吗？啊、呃，当然可以啦。哦，就是教授有交代，我们就准备好资料提供给大家。那因为我现在来节目的来宾，我们叫实打实哈、哦啊，对，你没有一个功夫来，那真的不行哦，一定打一定被我打枪。所以这份资料里面包含了呃三档的特用化学啊，对，还有四四档的 IC 设计、呃，好不好？ 那这个会是四月份？我们认为领投投是你要去投资的投哦啊，没有错，你要领先去投资它哦。那后续我们认为挺停挺停啊，哎，不要停，对不对？嘿嘿嘿挺，我懂，我懂，涨不停，对不对？涨不停，所以加明哲老师的 line 小老鼠 M O N E Y 一八九九。那问题，他输入什么才可以拿到这份资料？呃，大家输入八九九，八九九就会把这一份资料提供给。他那加明哲老师的 line 小老鼠 M O N E Y。 一八九九，99, 然后呢，在这个输入讯息八九九，那这份资料拿到，刚好让你在连假期间，对，你可以花一点时间好好的研读。<对>毕竟明哲老师他花了这么多时间去整理这份资料，你不要看三秒嘛，啊，没错，对不对？你至少看三十秒，三十、啊、秒，<laughs> 多看一点。那等到长假回来，它<對>会是引领你投资方向非常好的一份资料了，<錯>对不对？好，那当然继续再回来讨论刚才。 讲到的这个四星 KY，那最近还有哪一些有这样的一个明显的迹象呢？呃，当然，其实如果说从 IC 设计角度来，另外像是六十六的神盾嘛，哦，对，那个最近有跟日本有一些呃，这个所谓入股的动作，哦、<對>所以我觉得 IP 类股的确是接下来大家可以比较留意的重点了、啊。好，那当然，因为呃，长假其实我大家也不要一直觉得长假一定会变盘对，因为这每次每逢长假，很多人就什么变盘、嗯，什么变盘，什么变盘。 变也不一定往下变、啊長價，长假值我只知道一定会变胖，对，变胖不一定了。這個、对,對，你你应该已经达到哎、這、顶、個、峰了，哎、欸，好不容易瘦對對對瘦下了，对不对？可以可以。当然我我觉得接下来因为还有五二零嘛，<對 S 1> 那还有很多的资金啊、ETF 啦，还有这些资金进来，我倒觉得我对台股即便跌，我们应该还是会用一个比较乐观的角度来看、喔啊、没错。好，那当然今天节目的内容我们帮大家整理了非常完整的资料，也希望对大家。 这个长假回来的投资有帮助，那非常谢谢我们明哲老师，嗯、也邀请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台股怪谈》謝謝，记得，呃，我们呃明后天没有休息哦、喔，我们明后天没有休息哦、喔，虽然股市休息，可是、嗯、古怪教授谢承业，我们还是尽忠职守，在这个地方要来帮助大家看准趋势，快速累积财富，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摩尔证券投顾零八零零六六八零八五。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